是参加男子长拳第二位出场的选手，来自俄罗斯的谢苗。他这个跳跃动作不是很高飘，要做动作难度了。曲艳峰的540接马步，这是俄罗斯的谢苗·德洛第二位出场。那我们在欣赏这个男子长拳的时候，一个是看他整个的动作的演练，他要充分利用这个场地的四个边的长度。你做这个长拳的时候，你的动作编排第一节、第二节、第三、第四节要充分利用，把这四个边要走到。另外你的难度动作一般安排都是在第二节里面，这是在男拳当中经常见的一个跌步动作。他最终得分是9.63分。